洛江门开国小武术队即个伫1809年冠军杯比赛表现是真优秀，毋但摕到武术基本拳的团练第一名，中国年级团体锦标赛嘛拢摕到冠军。校长张雪梅是鼓励学生继续加油，嘛感谢家长会大力支持甲教练用心的指导。学生拍起武术是有模有样，动作毋但好看，气势嘛十足。洛江门开国小武术队大概若参加比赛，拢会得到好成绩。今年冠军杯毋但摕到武术基本拳团练第一名，中高年级团体锦标赛嘛拢摕到冠军，表现是相当的好。今年呢，我们除了团练第一名外，我们高年级的部分，还有我们中年级的部分，也得到了总成绩的冠军。所以，我们现今天呢，这一次的武术队拿到了三冠王。那我其实我们觉得小朋友呢，在武术的练习里面呢，因为有不断的比赛、不断的磨练之后，养成他们的更向前挑战的一个精神，所以整个对他们的身心发展来讲非常的好。用心的指导，也常常利用假日休息的时间在复习，我们整个团队。那小孩子也是非常的用心，在他们自己家长我们强大的后援的支持下。每一场比赛，我们的家长都会到场，而且彼此互相鼓励跟加油。那我们学校这边，我们家长会也会全力的支持。唔，那在团体组表现好，个人方面成绩嘛非常优秀。有学生干那一个人就摕了三面金牌。这次比赛可以得到第一，都要谢谢阿海老师给我的鼓励。教练假日开的特别集训和师母制作的表演服。摕到这么好的成绩，学生拢真欢喜，感觉所有的辛苦拢有价值咯。练习很辛苦啊，这次得到第一名很开心。校长表示，感谢教练平常时用心的指导，也感谢家长甲社会各界的支持，让校校的武术队有上好的发挥。新中华新闻蔡中清，洛江采访报道。